此刻新语言大家，我是 Damon， 各位看看老爷万福金啊。话说这两天季后赛啊打得真是精彩，前天 NIP 3-1送走了 RNG， 昨天 EDG 3-2送走了 OMG， 两场 BO5 都是以下克上。这里多说一句啊， EDG 赢下 OMG 后啊已经确保有冒泡赛可以打了，至于落败的 RNG 和 OMG 呢，明年好好努力吧，别的就没什么好说的，下面咱们就来看看这两天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小奶油卡莎今天一飞看懵全场，这是在玩什么呀？在 EDG 对战 OMG 的第四局中，36分钟大后期生死团战，谁打不过谁就得输。这里阿 K 逮到机会撞晕了阿乐，阿乐一丝血跳队友跑了。这时小奶油卡莎看到残血的武器，下一秒他竟然直接大招飞到了五人脸上，这一幕把现场的解说观众包括看直播的观众都给看懵了。你说你就算飞上去把阿乐杀了又能怎么样，自己不还是得死？而且阿乐已经残了，这远古龙的团战 EDG 很难接了，稳着打这波 OMG 绝对占优势，可惜了，太着急了呀。阿 K 两边要狭路相逢，勇者胜了，这边开的疾病还有命中，阿 K 选择闪现上岸，命中这边的阿乐开出了圣盔之板甲，跳斩队友，选择后撤，姐姐挡一下，我小奶油，小奶油关键时刻出现了巨大失误，后面的伤害中间 Able 就是爆破依然打到头，被小奶油一刀 OMG 溃不成军， EDG 要往前推进，要来到决胜局了。Miko 大树超坏大招秒锁小奶油，一波团决定比赛走势。在 EDG 对战 OMG 的第五局中，23分钟双方还是均势啊， OMG 先动小龙，小奶油妖姬这里想双踩上来消耗，但是 Miko 大树在小奶油二段踩上来的瞬间放大将其控住，完事又用老树盘根绑住小奶油，又在大招跟过来就把小奶油给秒了，小奶油这一死队友龙也打不了了，接团吧也打不过，然后这波团战 OMG 就倒了四个，直接炸裂。这波团战 Miko 绝对的头功， EDG 组船大树真不是盖的，玩的就是猛。虚空锁敌没能命中，我们就要乱龙了，双踩上来，这个位置 W 过去如影随形，要踩上奶油，这样这个位置被杀了，这个位置开掉，反有 PK 掉的，开掉人这个 PK 自己扛不住，在原地阿 K 开四人，后续的话开伤害 UZI 憋走了 Able， 这面的两兄弟上野两兄弟后继乏力啊，山鸡哥和阿 K 相继倒下， EDG 打了一波一换四的团。RNG 的一生之敌正是我欧洲野王沙豆，在 NIP 对战 RNG 的比赛中，27分钟 NIP 五个人推进 RNG 上路二塔， RNG 四个人还敢往前走，于是沙豆直接 R 闪进场控住三人，卓哥老牛跟上二连，配合鳄鱼小炮卡莎的输出， RNG 三个人瞬间就没了啊！我不得不说一句啊，这沙豆好像一打 RNG 就特别来劲儿。之前自己也发微博说过打 RNG 胜率高啊，完事前天赢下 RNG 后啊，他又发了一条微博调侃 RNG 五半打野也没效果，从这就能看出来啊，这真不愧是在欧洲打过比赛的啊，什么话你都敢说。五个人团上直接开团开三个，杀到二连也三个，瞬间融化的正面团 OMIP。OMG 究极高能的团战，三个群控大招连控 EDG 四人，在 OMG 对战 EDG 的第三局中，23分钟落后6000经济的 OMG 来到中路， Miko 泰坦一勾勾抢上了，阿 K 瑞亚看准机会直接向前阿闪，后面永恩的大落的大和击飞，完美的控制链把 EDG 四人都给控麻了，山鸡波比还用大招锤走了阿乐和 UZI， 这波团战 OMG 打得太完美了，直播时看到这一幕啊，我真的忍不住说了声卧槽，太给劲儿了。蓝色方也在扑视，也在找一勾勾到了墙，这边团可能要打起来闪现 RW 出四人，风车绝对斩再命中四人，这波感觉是 OMG 的机会，打得非常好，看到龙果断啊，这一波 EDG 剩下的两人感觉有点不能打了， UZI 这波没闪的被命中 Q3 挂电浆，猎手本能飞上来， OMG 在逆风情况下打了一波零换四的团战，这波阿 K 看得太棒了，实在是，那这样可以顺势把大龙打下来。阿乐武器天神下凡，一个人进护牌晕四个，在 EDG 对战 OMG 的第四局中，23分钟 EDG 马上第四条龙了， OMG 选择先动手，此时各位注意阿乐武器的位置，绕到后方直接闪现过墙晕住四人， Miko 泰坦大招跟上，这时 OMG 团战就没得打了，因为大招吸到四个人的武器太能扛了， OMG 的输出打在阿乐身上不痛不痒，转瞬之间 OMG 团战兵败如山倒，三人倒地，这波阿乐的进场太牛逼了，要保住乌兹啊，这金的字还是很肥，感觉要拼成的样子，要拼成了吗，这边看一下，阿迪又拿到这个惩戒，但是打翻了，我下来的一个武器大师晕到了四个人，开启晋升武器大师直接摧毁了木牌，而且醒来挑战，他这波 Able 的倒钩也拉得不错，两边做了第一波的一换二，
阿乐这一波力挽狂澜，禁区限制到了后方的所有人，贾克斯开着一个反击风暴，一直在拖时间。阿乐这波真的是天神下凡啊！一个是大四个之后，真是无敌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呆梦点个赞，关个注吧。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